头家呢几年都好多人食，我谂贪佢够平同埋够养颜啦。好多人都问我点样整好，咁不如我讲讲点样处理头胶先啊。我有个整头胶嘅习惯咧，就系一浸咧就浸好鬼多噶，之后咧就放上冰格啦，上煲嗰阵咧就即刻拎出嚟，咁方便好多嘛。浸头胶嘅第一步咧，当然就系冲水啦，将啲污糟嘅嘢啊、啲尘啊冲走，之后咧再放水去浸，浸大概半个钟左右咧，你就会见到佢有少少微微发胀噶啦。发胀咗之后嘅头胶嘅污糟嘢先可以用手轻轻咁样掹出嚟。你哋应该都唔知边啲系污糟嘢噶啦，一点点黑色嗰啲咧就系污糟嘢嚟噶啦。浸嘅过程里面咧，用手咧捽下啦，咁啲污糟嘢咧先会容易甩出嚟噶。浸半个钟就换一次水，换两次就 OK 噶啦。换咗最后尾一次水之后咧，我哋就包住个保鲜纸，记得最嬲尾一次嘅时候咧，一定要加满啲水，因为咧到时啲涂胶咧发胀咗就会吸晒佢啲水噶啦，跟住咧就可以放翻个雪柜里边浸佢大概一日。喺雪柜浸咗一晚之后，第二日攞翻出嚟咧，你会见到佢发胀晒噶。之后咧，你就可以咧将每一次嘅份量咧按量咧放喺个保鲜袋入边。浸涂胶咧最烦嗰样嘢就系要发佢啦，所以咧我每一次咧都会用咁嘅方法咧，咁就去浸涂胶，咁我觉得好方便，因为你每一次食嘅时候你就想食，就你喺冰柜拎出嚟就即刻可以煲啦。但系如果你又要再浸过一次嘅话咧，就真系好烦咯。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中意又觉得最简单嘅涂胶糖水啦。第一个材料就系原肉，即系桂圆啦。第二样咧就系红枣啦。然后有我最爱的食材海底椰干啊，它是滋阴润肺啦，同埋煲出嚟啖汤啊或者糖水都好好味噶。最后加埋呢个无花果干就可以去煲糖水噶啦。四个人饮咧就大概用3L嘅水，中细火咧煲一个钟。如果你想啲涂胶有口感啲，你可以将所有材料煲半个钟先，到最后半个钟先放涂胶落去，咁就会有口感好多噶啦。好多人煲糖水都会习惯用冰糖或者片糖，但我为了健康一点，我选择用罗汉果糖，没那么不健康之余还有特别的清香的，大家都可以买包罗汉果糖来试下煲糖水的。好了，多谢大家收看个短片，在临走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like 我 Facebook 和 follow 我 IG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